大家好，我叫维多利亚，我今年十四岁，来自白俄罗斯的莫吉廖夫。我学韩语已经六年多了，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，但今天我想介绍一下我的作品。中国有很多神话，但它是我最喜欢、最悠久的中国神话，并且在读完它之后，我深受启发。自古以来，中国人就崇拜神话故事中的动物、龙、传说。在遥远的夏朝，龙就已经存在了。活在这个时期，龙的图腾出现了。就中国传统神话记载，龙是供养亡命的水神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中国的龙被赋予赵姬上的装饰之力，就有名坠的东差里，龙是警师，是宇宙主宰，是洞藏的守护者。龙可以向主人传递力量，使自己免受伤害。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了龙为我画作的主人公。感谢你们的关注，希望你能了解到更多中国传统文化，并能从中受到启发。再见。